大成，我给你盛嘛。我自己来。你看，不简单。哎，小宝子，你要这个干什么？给我啊！嗯，我打日本鬼子。行，小瑶子，一个啊，小瑶子。哎，老秦爷，哎，你身体结实吧？结实，来这边坐。哎，成成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？这么好，还想你呢。你们都好啊？行，你坐吧。坐下，坐下，你们都坐下。老秦，你先坐吧。这么晚您还来呀？你吃点。老秦还挺结实。老秦爷这身板，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。嚯！行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。我也是游击队长。哎，小杨子啊，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？嗯，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，让他们知道知道，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！哎。庚子那年，那八国联军的老秦爷啊，你又说上了。哦、啊，嗨嗨，大成，别吃了，小花，哎呀，长青啊，你把碗撂下吧，这孩子，哎呀，老侯啊，翠萍，拿出来吧。哎呀，大婶。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。爹、yeah, 你看这姑娘说的，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。你看我们拿来了，这是老秦爷的面，大哥你吃一块吧。老秦爷，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，你少废话，你吃吧。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亲爷的枣，你吃直肚子疼啊，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。谁？哎，别开枪，是我。我呀，啊，爹，是你，出了什么事？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。好，朱队长，什么事情？队长，来我听一下。李向阳在里边呢，他刚到我们村啊。缺什么？啊，我亲眼看见他。有多少人？哎，可不少的。到李庄去。是是，向李庄去，往这边走。对呀、啊，有情况了，快慌！老侯，怎么回事？敌人是分两路来的，人来的可不少啊。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！翠萍啊，咱们走吧，老秦爷。从这家里到啊？不行啊，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？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。我、哎、老秦爷，走走走走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大海，
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。好吧。小杨子，你赶快到二婶去吧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再说啊，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，好吧？你们快下地道吧。阿海，咱们走。走。村委书记，到二婶里商量一下，好吧？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对不起啊，咱们这儿遭。怎么打？他是分两路来的吧？是。我看呐、啊，松井他仗着人多，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。他打仗的办法，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，没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。对，走，下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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